要想知道是不是得了乙型肝炎，现在从基层的卫生院到我们三级甲等医院都有检查的方法，但是方法的敏感程度有一定的差异。那就是在当地的任何有检查设备的医院都可以检查，就是做乙型肝炎病毒自身所释放出来的抗原和抗原所对应的抗体，就能知道是不是有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。